大家好，欢迎收看《时政访谈》。今天我们聊一聊本地建筑业的发展。建设局耗资100万元设立的精益与虚拟建设中心呢，在上个星期一正式开幕了。这可是在东南亚的第一个三维建设中心。新中心的器材呢，运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建筑业者在输入建筑模型的信息后呢，哎，便会出现虚拟的 3D 建筑画面。而且这个中心本身呢，它还分成有7个不同的体验区。今后呢，业者可以使用这些设备展开设计还有建筑的工程。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那么本地建筑行业要如何与时并进才可以维持竞争力？我们欢迎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首先欢迎建设局建筑资讯科技中心署长陈奇伟博士。陈博士你好。你好。另外是雅思博设计事务所高级建筑师周俊炎先生。周先生你好。你好。欢迎两位。刚才我看到这个画面真的是充满了未来感哦。我先请教一下博士，设立这个中心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这个中心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把这个新的科技呢向业者介绍，然后让他们了解这个科技可能带给他们的方便，从而学习如何把这个科技运用到他们的日常的工作当中。 Alright, 这是我们的最主要目标。当然其二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中心呢，让比较小型的建筑业者能够通过这个中心的器材学习以及体验这项虚拟技术如何应用这些技术在他们的工作。 Right, 最后呢，我们也希望呢，我们可以邀请各大专的学府的学生到这个中心来体验这个技术，从而激发他们对这个技术的兴趣，然后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中心。也就是说让这个资讯更加的流通了，大家只要来到这个中心，每个人都有机会体验这个东西设计出来的感觉。对，从而就是最终可以提高这个建筑业的生产力嘛。对，周先生，我们知道本地第三季的这个建筑业表现并不理想，从你的角度来看，本地建筑业遇到最大的问题会有哪些？其实作为建筑师，我觉得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平时就用 2D 的平面图还有剖面图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很难评论比较复杂的建筑问题。比如说我们比较大型项目的那些建筑问题呢，通常都是在施工后或者在落成后才能察觉。那其二呢，其实就是在和其他顾问协调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不能很完整的去构思或者去想象其中的建筑问题。刚才你讲的那个重大问题大概会是什么？我们外行听得懂啊，比如说房子会歪吗？还是就所谓的厕所的路很远，就是可能那个天花板的高度可能跟我们水跟电的供应呢不契合。对，就这样一来的话，你见到来的时候，哎，你就看其实怎么都不一样的。难怪说现在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去到一个新的建筑会说，哎，这里明明那个下雨的时候水就会喷进来，怎么大家在设计的时候没想到之类的问题。对，这类的问题其实我们以往后或者我们现有的也有一些模拟图就我们的模拟图的话也能评估到就是水的雨点的位置可能碰到哪里。对，可以啊，可以这很厉害。这个是的，是的。那么采取这个新的这个我们刚才讲的精益这个虚拟中心，对，它可以如何来解决这样一些问题？陈博士。我们的中心呢就是要把利用最新的科技呢来在通过这个三维的虚拟铸模，然后加以加以让我们的业者通过这样的平台一起来讨论各种不同设计方案的优劣，然后从中很快的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案。是呀，这好像在里面可以行走，对吧？对，这个就是从那个 3D 的铸模里面呢，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去了解，好像这个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它是一个火灾情况的模拟之类的吗？对，是在一个人员在紧急疏散时的一种模拟。OK， 然后从这个不同的方案里面
那个业者呢就可以去检查哪一个方案的优劣点，从而决定应用哪一个方案。所以是人流的这个方向跟速度都可以通过这个模拟器事先进行演练。对，是哇，这很棒。那周先生在这个实际操作当中，他当然这个肯定也牵涉到成本嘛。嗯，对对。它的实用性到底有多高呢？实用性其实我们看到画面中呢，可以看得到我们很多虚拟的环境。嗯，其实，在我们设计的阶段的话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虚拟的环境呢，能够很快的察觉到其中的问题，然后也不需要多次到工地去做实地考察，就能够了解我们模型里面设计图里面的问题了。这个就我们也能在舒适的工作办公室内呢，很快的就察觉到那个那些问题。对工程师来说松了一口气啊。对，对建筑师来说，各个部门都可以在里面先掌握问题，然后再到实际操作，是这个概念。是是。那么它的花费大概是？对，一个范围是什么？花费的话，我们的初步的费用呢是每个小时是150元。哦，根据时间来收费的。对，对然后我们希望更多的业者呢能够通过这样的应用，来到我们中心进行这样的考察。好比我们去看一场电影嘛，一个花费也要十多块钱买一张票嘛。对，那么我们的业者呢，可以一组人来到这个中心，只花150块，就是大家一起可以研究的，对。所以这个比起说真正如果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所发生的可能浪费或是消耗，可以带来多大成本的节省啊？如果是一些大规模的碰撞，可能那个成本要是。以百倍来计算，没错，对，毕竟是实际操作。周先生好像还能解决的问题，就是有些东西在做在拆之前，你可以先做一些，对吧？有些零件可以先制作预制的。它有所谓的那个积木型的一种设计，是不是？积木型设计，目前其实我们建筑业呢也有那个预制的对木块自制设计。对，那个其实是有点类似，是多用于住家的，还有重复性的那个设计。它整个概念就在工厂里面先预制做好，然后其实门窗啊都已经先做好了，到了就把它运送到工地，然后在工地里面呢，我们就会产生层叠式，比如那个乐高一样。对，我们就重叠式的把它叠起来。那其实它的用处，它的好处是因为在工厂制作嘛，所以它的品质一定是比较好，已经受到控制了，可以抓得比较准。对，比较精准。比较精准，然后人力方面呢也不需要这么多，因为都已经在工厂做好了，所以在工地上呢其实都不需要太多的人力，只要把它叠成就好了。我们一般人可能不太有概念，像这样子一个大规模的工程哦，从整个开始的设计到完工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呢？也要看相对的那个项目的大小吧。如果是比如说我们做建一个20层楼的一个政府主屋的话，可能缩少的那个时间可能是20%-30%吧。跟我们今天讲的主题的重点就是，有了这个3D 的设计之后，它可以先设计好，先开始做，对，做的比较精确一点，对吧？这个比以前的 2D 就来的进步了哈。对啊，就是我们就是其实就要让业者通过这样的平台，把可能在施工时候会发生的问题提早解决了，是，然后就不会造成施工时的。不必要的浪费。这样子整个作业流程的改变会不会是将来建筑业的一种趋势？以后的这些设计还有到最后的建成都会是按照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对，陈博士刚才有提到过要设立一些专业的文凭来培训，是吧？对，我们在明年呢会推出3项的课程。第一项呢就是精益施工，然后第二就是虚拟设计与施工，然后第三项就是如何让用预制的方法来设计。那什么人什么样的人可以去读这样的？每个人都可以啊，每个业者只要他们有这样实际的工作经验，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学院参加我们的课程。或者对建筑发展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可以来。无论是学生还是从业者都可以。对，都可以。是，那他的文凭是大专是专业文凭这样，对，是专业文凭，专业文凭。要能够掌握这个技术，大概需要经过多长的训练呢？通常
根据我们的观察，一开始的你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去学，对，然后再把它应用到实际的工作上，然后经过1-2年的时间，你应该是可以掌握这个技术，对。这个当然也包括掌握这个3D 的技术，对吗？对。周先生，这个目前建筑业的整体发展来说，未来的发展还会有哪些空间可以有？未来的发展，我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智能性的应用程序来帮助我们了解就是工地的发展，然后它能随时随地的把资讯呢输送到我们的电话或者我们的智慧设备里面，就比如说呢，好像你购买一个主屋或者购买一个主屋单位嘛，你不必要到工地就能随时随地在可能临睡之前就是看一下，哎，我购买的那个单位已经发展到，而且可以走进去看的吧？对，等于如果绕进看也行，那个也行。其实我觉得那是我们方向的趋势。哇，这个未来真的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好，谢谢两位嘉宾的分享，谢谢。观众朋友，如果你想针对今天的话题提出你个人看法，欢迎到师承有约面部网页留言。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带来下段内容，不要走开，待会儿见。待会儿见。